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电动切薄机、烫金子跟切机。首先呢，我们这边上下杆采用弹簧，方便，不需要用扳手，什么工具都不需要，只需这样拿上拿下，很方便。好，今天我来切一切，看看它们的功能怎么样，速度。好，顶上去，然后特别在这边上的时候，我们是反这轮子反转的时候推上去，然后这样就上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这个地方这一种刀片之后，我们开始切花。速度比手摇的要快多了。我们可以近些看这个切割出来的频率，在我切割的右边是非常平整的，一会儿我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支烫金子是64，我们切3公分。等下一刀大概是在3秒钟左右，差不多可以切断。其实在隔音这一块隔音还是蛮好的噪音，在下来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反转最后一次下下来。好，我们来看切出来的一颗一颗，看这个平整度，看这个切出来的这个平整度。好，这个是第一刀切下来的，我们看这个平整度，这边的平整度，切出来的平整度还是相当好的。好，我们放下来。这个两边都是刀口切出来的，看一看这个面是非常非常的平整，就像当初分切出来的，边上不会带有其他的一些碎丝，很好。这一个也是一样的。OK，